feel alive, let's hit the dance floor. Don't work too hard, my break a backbone. Yeah, 我现在来到球场啦，今天是乐天堂的开幕战。我们中午就已经全部女孩兼职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，不管是场外活动呢，或者是场内的一些记者采访什么的。今天非常非常热闹，开幕前呢还会有很多，例如说乐团表演啊，开场嘉宾，而且今天的开场嘉宾是刘品言，然后女孩开场舞也会带来新的舞蹈，让大家期待一下。开幕战，加油加油！我们刚刚女孩已经练完舞了，然后今天呢会带来开场跟中场，两次都是新的舞，然后希望大家很喜欢。现在就是女孩们各自去跑他们的场外活动，那没有活动的女孩们就是现在就是休息，或者是你想要自己整装啊，自己梳理一下，这段时间都是可以的。期待开幕战开始吧！好多人，好多人。现在大家在陆续进场，因为三点就开放球迷入场。红色那一区就是今年新增的孙元熙，耶、yeah, ！好久不见的球迷，很开心今年还可以看到你们。真的，我也是。我比较喜欢女球迷，为什么？因为 女球迷是可以抱的，对，可以抱的，这样子我们就吃人家豆腐，是我吃你豆腐。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个今年跟曾元喜一起新增的位置，然后听说那个是一个沙发座位，对吗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看。真的哎，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坐沙发去啊？买票就可以坐。好、哦，是吗？曾元喜是以企业包场为主，但是也是有零售给球迷的。摄影大哥视角。今天电力一日免费，也太爽了吧！刚好欢庆开幕战。
顺利结束，而且今天是八比二领先，今天还高达11000多人进场，非常非常的热闹。真的是超级开心，开心到不行，顺利结束，而且是胜利结束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今天比赛真的超刺激，本来两分领先的时候又被追平，超可怕，然后后来又大幅领先得分的时候，真的是嗨到不行，太猛了。